播出。喂，你好，石桥派出所。2015年9月19日晚上9点钟左右，正在值班的石桥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打来的报警电话，说在碧罗山庄西门小山坡处有人叫救命。民警迅速出警赶到现场。怎么回事？歹徒。啊？歹徒。歹徒。伤有伤吗？我不知道身上哪受伤了。民警马上联系了120，对男子进行施救。哎，你好，我石桥派出所。刚才那个碧罗山庄啊，这个二区山上车棚跟前有一个人身上都是血，你给安排个120过来。对他现在有伤，伤得很重，让120快一点，你再给催一下。嗯，好。我们到现场以后呢，发现有一个男子躺在花坛的沿上，浑身是血，表情呢很痛苦，同时呢生命体征呢应该很微弱。歹徒是什么意思啊？抢行啊？有人打我。有人打你？什么样的人？戴口罩，没看清。有几个人？一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因为什么打你啊？我现在说出来。这时，这个浑身是血倒在地上的男子已经奄奄一息。那么，他到底是谁？又是怎么受的伤？他说的打他的人又会是谁呢？是突发不测，还是有人对他蓄意而为？一连串的疑问在民警的脑海中闪现着。你住什么地方？外地的。是什么样的人砍你的？说不出来。说不出来？认识吧？嗯，没力气。显然男子的意识非常模糊，根本无法回答民警的问题。伤势如此严重，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生命很可能会危在旦夕。所幸5分钟后120急救车赶到现场，男子被及时送往医院。民警也迅速围绕现场和受伤男子提供的简单信息展开调查。我们呢，这个现场将这个受害人送往医院救助以后，走访了周边的群众。群众呢对当时的情况就是一个描述，就是一个女子喊的是救命。我们最后勘察现场的时候，现场从山脚一直到山顶，沿路都是血迹。根据现场群众反映，案发时还有一名女子，而喊救命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女人。那么这个女人和受伤的男子是什么关系？难道说是他们二人约会时突然遭遇不测？如果是这样，那现在这名女子又在哪里？为什么没有留在现场？如果是抢劫的话，受害人的包和手机又为什么没有被抢走呢？种种疑问让民警意识到，这名女子很可能就是案件的关键。可该女子已经离开，人海茫茫，如何才能找到她呢？事不宜迟，民警随即兵分两路，一路调取现场附近的监控进行排查，一路赶往医院。在征得医生同意的前提下，对受害人进行了再次询问。被害人当时向我们提供了和他在一起的有一名青年女子，叫李平，是李平把他约到山上，然后另外有一个人从背后戴着口罩，手持菜刀将他砍伤。被害人提供了这些信息后就处于半昏迷状态，再也说不出话来。这脸戴口罩手持菜刀之人又到底是谁？办案民警推测，受害人是外地人，那么与他相识的这个叫李平的女人很有可能也不是本地人。出事地点在碧罗山庄，李平会不会入住山庄附近的宾馆？民警迅速在网上调取了附近宾馆的住宿信息，果然在一家快捷酒店发现了李平的入住记录。民警当即赶往该酒店。赶到宾馆以后，通过前台查到了李平和一名青年男子居住在3楼的一个房间，然后我们所有人员所有民警就冲上3楼，然后破门而入。进门以后，发现这个李平和一名青年男子正在收拾他们的行李，准备要离开。
在李平和这名男子的行李中，民警发现了几件带洗的衣服和一把菜刀。民警随即把二人带回派出所进行深入调查。李平和这名男子交代了犯罪事实，而这时距离案发仅仅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事已至此，人们不禁疑惑，这名男子究竟是谁？他和李平以及受害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伙同李平对受害人实施如此严重的犯罪行为呢？入狱后，李平始终郁郁寡欢，对别人也不愿意说起自己的案情。如何才能打开他的内心，让他顺利完成改造呢？他的内心世界在慢慢的打开。那船呢？船，其实我一开始来船是因为我堂妹的小名字叫 boat， 就是船意思。他首先选的是一条船，说明男友在他的心目中当中位置还是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甚至和父母的位置是一样的。提及男友，这些痛苦的记忆瞬间就会浮现在李平的眼前。他说，正是这个男人让他一步步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么他们的故事是如何开始的呢？李平，一个从四川农村长大的女孩，父母眼中孝顺懂事引以为傲的乖女儿，曾经出国留学，毕业后在北京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没有想到她的爱情会和北上广三大城市都产生了莫大的关联，更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以这样的一种极端的方式毁了这一切。2013年9月，李平因工作缘故到广州出差，认识了在广州分公司工作的大伟。交流的时候也发现有很多共同的语言，然后我曾经也在他的所在的家乡生活学习了5年，所以对他特别有好感，然后来就慢慢的交往交谈，最后就发展成为了男女朋友关系。李平说，大伟是一个既浪漫又帅气的男人，而自己因为身材矮小总有一些自卑。为了经营好这份情感，李平辞去了北京的工作，跑去了广州。但大伟对他的态度始终让李平心存疑虑。我发现他经常就和其他的一些女孩子经常聊天，可能没有完全把心思放在我的身上。看到大伟这样的态度，考虑到自己为了他从北京辞职来到广州付出了这么多，李平觉得很委屈。有时候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也会总会说你不喜欢我，你不爱我，然后他就会说你是想占有我吗？他就觉得我是想把他占为己有，而去控制了他的一些自由。更加让人担心的是，大伟从不在他的圈子里介绍自己是他的女友。委屈疑虑在李平的心中越聚越多，终于有一天两人争吵了起来。就当时我的脾气也是不是很好，我把我的手机摔了，然后他就很生气的吼斥我，然后还把我从椅子上面给拽下来，在地上拖了2米远。大伟的粗暴态度让李平对这份感情失去了信心，他想冷静冷静，重新考虑二人的关系。于是他只身一人来到上海，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也许是对这份情感还存有一丝念想，此时的李平并未向大伟正式提出分手。而恰在这时，一个名叫小征的同事闯进了李平的生活。小征在北京分公司上班，平日里与李平在工作上有些交接，接触多了，两人相互产生了一些好感。然而在这段时间，事情出现了让李平始料未及的变化。那天下班回了家，大伟打电话问我你在哪儿？我说我刚下班回家。那我就问我说你呢？他说我也在回家的路上。到晚上的时候，我在家做饭，有人敲门，然后当时我在想，咦，
没人知道我住的地方，就我当前的同事也不知道我住在那儿。然后我问谁啊，然后外面就说开门，警察。我一听声音是大伟的声音，当时我很惊讶，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在上海的住的房子外面。然后我开门，就一大束玫瑰花摆在我的面前，然后他跟我说，对不起亲爱的，我来看你了。大伟专门跑到上海道歉的浪漫举动让李平重新接纳了他，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更是出乎了李平的预料。原来大伟到达的第二天，小征也突然给李平打来电话，说他要从北京专程到上海看望李平。面对两个男人的示好，李平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同时一种别样的情愫却在心底升起，就突然去享受这样一种被爱的感觉，这样一种虚荣的心理。两个男人的追求让一贯有些自卑的李平内心得到了莫大的满足，或许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并未拒绝小征，而是做出了相反的选择，三个人一起见面。就第二天的话，就大家在一起在咖啡厅见面，当时大伟也就问我是不是因为小征的原因跟他联系少了，我也说嗯是的，而且当时他也就对小征说了一些就不太礼貌的话。这场见面让小征和大伟都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大伟继续留在上海陪了李平两天，他的表现更好了，陪李平逛街买东西，还做好午饭专门送到李平单位。感受着大伟带来的浪漫和幸福，李平又犹豫了，这种幸福会不会来得太突然，有种不踏实的感觉。虽然和大伟的交往仍让李平有种不踏实的感觉，但内心却又很享受这份浪漫。另一方面，李平也和小征保持着联系，直到2015年3月，小征申请调到上海公司工作。小征去上海工作让我感觉到这个男人是不是才是真正爱我的。周末的时候，两人很自然地相约一起看电影，一起逛公园，一起在黄浦江边看日落，一起到天黑。3月份的时候，晚上的话就很冷，但是就我们还是一直站在江边，然后他就从后面抱着我，然后后来就亲我，当时我也就接受了。第二天上午他又去我住的地方，然后我做了饭给他吃，吃完之后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也没有说太多的话，然后后来两人就在一起了，心照不宣的，就是自己心里面有对方，想要和对方在一起，而最终导致了这样行为的发生。李平和小征顺其自然地发生了关系，按理说开启了新恋情的李平该和大伟说分手了，可觉得自己有错在先的李平更张不开这个嘴了。此后的清明节、五一节，李平都有和大伟在一起，继续扮演着女友的角色，可他的内心却无比压抑。终于当5月20号大伟再次来到上海的时候，李平决定跟大伟摊牌。他到我家之后，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左右了，到我家他本来想碰我，我没有，我拒绝了，然后我跟他说我在上海和小珍有联系，而且我们已经发生过关系。
正在门外守了一晚，看着紧闭的房门，里面已经没有了激烈的争吵，静静地离开了。不久之后，他辞职回到北京，而大伟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同意与李平分手，反而对李平更加关心了。他在上海出差那几天都是白天出差是工作，晚上多晚他都去看我，就让我更加有一种负罪感，自己做错了事情要去弥补对大伟的伤害。李平与大伟的分手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他选择了继续和大伟在一起。随着小征的退出，一切似乎已经风平浪静。然而曾经的出轨事件犹如在大伟心口扎了一根刺，让他时常痛不欲生。那么被女友出轨所困扰的大伟到底酝酿着什么风暴呢？被动抉择，沙盘测试，揭露内心秘密。他对第一段感情是在乎的。回归旧爱，又要如何修补爱的伤痕？我说你要报复就报复我。痛苦折磨，缘何化为疯狂的报复？你去死，以证明你的清白。浪漫约会又是怎样的致命陷阱？也可能歹徒会要他的命。寻找迷失的爱，忏悔录国际家庭日特别节目《风花雪夜的约会》正在播出。他对第一段感情是在乎的，所以当他在第一段感情里面没有被证明的时候，他选择的就是寻找第二段感情，而第二段感情是他填补空白。第二段感情应该说不是他的真爱，但是呢，他为了证明他自己，所以他才奉献了自己。当他奉献了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他实际上他也不想要这个感情。在李平和大伟摊牌之后，小征离开了上海，与李平很少再联系。大伟不久也回到了广州，与李平的联系更加密切。他对李平的爱在这次事件中似乎也得到了验证，可是他的情绪却让李平越来越担心越困扰。有时候会打电话过来伤心的哭，说我为什么要背叛他，你就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有几次视频一打开，他都是满脸的泪水。还有一次，他就直接拿了一把刀放在自己的胸前，说自己也真的很心痛，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做对不起我的事情。看到大伟的激动情绪，李平心里更加的愧疚，他不知道该如何来弥补自己的过错。为求得大伟的原谅，李平便顺从大伟的意愿，开始做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我就没有去在乎任何旁人的眼光，我就只听电话里面的声音，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是不是我伤害我自己的身体你会好受一些？因为我看到他要拿刀伤害自己的身体，是为我曾经也拿刀在我手上划过三次，现在都还有一条痕迹。除了身体上的伤害和精神上的折磨，大伟还多次提出要去报复小郑。我不同意，我说你要报复就报复我。2015年8月，李平决定辞职去广州陪大伟，这个想法反而更加刺激了大伟。他觉得这样他和李平就要面对结婚的问题，可他心里过不了那道坎儿，还是宁愿相信李平是被迫的，想要去报复小郑。我不愿意，他说让我去死，以证明你的清白，以证明你是爱我的。我答应了，我就对着视频喝了家里的杀虫剂。我喝的时候他在那边大喊大叫，叫我不要喝，然后后来我吐了，然后我又去了医院，他也表现得很关心我。但从医院回来以后，当时我也说过，我挺
就在出租车听到那首歌《棋子》这首歌。我感触特别的深刻，就自己就像是现在成为了大伟手中一颗棋子，我因为自己，我认为我自己做错了，而心甘情愿的去接受大伟的摆布，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割腕、喝药，一系列痛苦的折磨，当听到《棋子》这首歌的时候，李平的心理防线一下子崩溃了。心灰意冷之下，他接受了自己身为棋子的命运，同意对小征采取报复行动。他与小征取得联系，知道了小征已经转到徐州工作，便告诉了大伟，一起商量着如何实施他们的报复计划。因为我曾经跟他说过，如果你去打报复他，对他进行一些伤害的话，可能会造成犯罪，可能会坐牢。所以在他在来之前，来上海之前问我，你在公司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有没有做一些工作交接。我说都好了，都一切都没问题，工作都已经交接好了。2015年9月18日星期五这一天，李平和大伟提前来到了徐州，住进了一家宾馆。他们通过手机地图查到附近有一个碧螺山，便商量着把小征约到山上去。李平和他聊天，大伟找机会出来把小征打一顿。两人从去的路上买了两把菜刀，各自装了一把在双肩包里。小征看到我的时候，他是满脸的笑容，他伸过手来就想摸我一下，然后我退了一下，他就只拍拍我的头。是当时我的心里都咯噔一下子，我看到他满脸的笑容向我走来，而我却马上要，可能要对他进行伤害。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看到他满脸的笑容走过来，而我却包里面背着一把刀，旁边在对面还有一个人在等着伤害你。李平终究没有告诉小征，他们这次的约会其实是一次有预谋的报复。他好像在做着自己生活的编剧。随后李平和小征一起吃了晚饭，李平便把小征约到了碧螺山。在山上他还按着与大伟的约定放了一首歌，提示大伟开始行动。这歌曲放了一半的时候，我就看到小征突然跳起来，我说侯老少，然后我看到大伟出来了，然后他们俩打在了一起。当时是以为遇到了歹徒，立即进行这个反抗。当时据小珍反映说，他说如果遇到了歹徒，他现场不反抗，也可能歹徒会要他的命。当时我被这种打斗的场面完全吓到了，这局面无法控制的时候，自己内心就非常的害怕，当时就完全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就看着他们打架，也没想，一开始都没想过叫他们停手。大伟与小征打了几下就突然停了下来，让李平拿刀砍小征。脑子一片空白的李平并没有动，而小征这才意识到事实和他想的不一样，他没有逃走，而是缓缓地拉开了包的拉链。他意识到了这个人跟我认识，是我带来的。小征肯定想到的是大伟，然后他说了一句，干嘛要这样，有事好好说，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是后来他们俩又继续打起来了。小征从包里取出一本书抵挡，李平却木然地抽出他包里的那把菜刀递给了大伟。就在这中间，我就作为一个成年人完全没有去想过，我把刀递给他之后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大伟又挥刀砍向了小征，这时李平也渐渐地清醒过来。小珍的衣服已经被血染红了，我一下子也有，当时也有很突然清醒了，马上叫他们住手，叫他们不要打了。李平才发现现场已经不是他所想象的那种报复了，已经难以控制了，所以这时候就连忙就劝住了大伟。在李平的劝阻下，大伟也冷静了下来，
停止了与小郑的打斗，李平拉着大伟让小郑离开，二人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连那把遗失的菜刀都顾不上去找，就匆忙逃离了现场。这时小郑已经被砍的这个浑身是遍体鳞伤，而且血流血非常多，然后他坚持走了100多米，然后爬到山底下有人的地方，大声呼叫了救命，然后慢慢的就躺在那不能再走了。你为什么跟别的妈妈不一样？这家庭不要破了，特别渴望幸福的家庭。但那个时候我在想到自己的家人怎么办。妈，对不起，我恨你，恨你，自己马上要去坐牢了。都是害的他，都是妈妈对不起，当时一次冲动。妈妈对不起你，亲生毁了我自己，还毁了我哥哥。其实放手也是一种幸福。心结难平，常恶果渴望当面忏悔，突然觉得无法接受，多方努力，受害人能否真情相对，这个就没什么必要了。共情共伤，感同身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我的事完全影响了你的生活。寻找迷失的爱，忏悔录国际家庭日特别节目《风花雪夜的约会》正在播出。这是李平转到南京女子监狱后经常出现的情景。沙盘测试后，监区民警帮助李平认识到了他犯罪的思想根源，便以多种方式跟他谈心，对他进行心理疏导。其中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开展共情教育，让他感受到他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和家庭造成的伤害和痛苦，向被害人忏悔。大多数的罪犯犯罪呢，很多是因为这个心理这种不健康不健全，或者认知能力比较低下，也注定了他走上犯罪的一种道路。所以呢，我们监狱也是非常注重对每名服刑人员的这个心理健康的一种调适和教育，让他们能够帮助自己走出一些不良的一些心理的困境，寻求用正常的正确的一种方式解决改造中生活中甚至以后出监以后遇到的一些困难和矛盾。监狱开展的共情教育取得明显效果，事实上犯罪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正是李平不能承受之重。作为从农村长大的女孩子，家中的骄傲从她清醒时就后悔了，想到将会面临的残酷后果，心中已十分恐惧。在事发之前都上网去查过，说面对几年几年的刑罚处罚，但是当自己真的看到现实的时候，就想到自己可能要马上犯罪了，自己马上要去坐牢了，突然觉得无法接受。但那个时候我在想到自己的家人怎么办，就在之前都没有去充分的考虑过。想到年迈多病的父母关心自己的家人，而在以前李平会经常寄些钱回去孝敬他们，如今身陷囹圄，李平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而最直接伤害到的是小珍，每次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都是那样触目惊心。因为到后来伤情鉴定之后都要签字的，都不敢看那些相片，就是后来给我看相片的时候，派出所就待了2天，第二天还有去现场拍照，我才发现地上都是血，还有小珍跑过的路上都滴满了血。就但很矮吧，就看到满地的血，就晓得自己怎么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被法医鉴定为重伤，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失血性休克，而且有些部分的关节已经达到这个永久性不能恢复，对他的身体健康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与李平的沟通中，监区民警了解到李平有向被害人小征忏悔的意愿，为帮助李平化解心结，监区民警试图联系小征，
希望李平能当面向他忏悔。时隔两年，小郑现在情况如何？他能接受李平的忏悔吗？这起伤害对他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李平提供的电话号码已无法接通，茫茫人海，如何去寻找小郑呢？监狱方联系到了李平的哥哥，希望多方努力找到小郑。让你哥哥来看你，可以拥抱一下吗？不坐里面，平哥，见一下你。好，你见了吗？不让看，也是当哥的，平时对你的关心太不够仔细了。就我的事，完全影响了你的生活。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妹妹。而影响了一个哥哥的正常生活，这不是不应该的。对于给整个家庭带来的不幸，李平懊悔万分。想到由此给小征带来的伤害，他更是痛心疾首。唯有找到小征，才能表达他的悔意。经过哥哥的努力协助，小征父亲的联系方式终于找到了。能不能就是你这边有他，如果有他的联系方式的话，能告诉我一下，作为他的分管警官，我很想就是可能这个我觉得就没什么必要了。这个没什么必要了。鉴于他哥哥或者他什么的，我们已经采取了这个谅解的态度了，已经采取谅解态度了，所以再接下来那就是谁的责任谁担，然后彼此之间不要再干扰他们了。这个伤呢，肯定是终身的。我们也不再提出这个，再次鉴定了，因为他这个手指，恢复不过来了。这个暂时我觉得这事就不要，再提了。经过多方努力和沟通，小郑的父亲最终也没有提供小郑的联系方式。我们只好换一种方式，希望小郑能听到李平的忏悔。跟小郑，首先还是对不起，你身上的伤宁愿是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愿意你受到伤害。而现在事实已经无法去挽回，我只是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对你造成心灵上的阴影，就希望你以后的生活能够一切顺利，美满幸福。很多的女孩子，当她不肯定自己的时候，她想透过一个男人来证明自己，他围住的就是依从、服从、盲从，然后做傻事。但是最可悲的就是当他一次一次交出自己的时候，他就越来越丧失了自我，迷失了自我。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悲剧。人性的批判。